儒释道都是人文教育，今天讲人文教育，在中国古人讲是德行的教育啊，教导你明了人与人的关系啊，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，他生活教育啊，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，这个天地鬼神是什么呢？就是与世间所有宗教啊，不是别的，讲天地鬼神就是我们要懂得跟世间有许许多多宗教存在啊，他给我们什么关系，我们跟他怎样相处啊，是说这么一种事情吗？都是现实的啊，都是在我们生活周边没有办法离开脱离的，只要你把这三种关系处好，你就真正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，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人民幸福，就能做到啊！啊，所以中国古圣先贤啊，为我们说的宝贵的教训啊，《礼记》《学记》是中国教育哲学最古老的教育哲学。里面两句名言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啊，这个意思用现在的话说，建立一个政权领导全国人民，什么最重要？教学啊，在现代的话就说建立共识啊，这是属于现在人讲思想的教育啊，叫你怎么去想啊，想要想善的，不要想恶的。